观察对方的需求，为他实现愿望，也是感情当中蛮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现在双方手上有心愿兑换券，我们先看乔乔，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好，我的愿望是这个，你等一下哦。还有男友视角照三张。男友视角是要怎么样？哎，其实你帮我拍照就好，因为我遇过男生是跟我说，就是他最讨厌帮女生拍照，他说如果要我帮女孩子拍照，我宁愿叫她去旁边自拍。啊，就超强势的。我还蛮会帮女生拍照。哎，很想看哦。你是我那网络上大家贴上说，哇塞，满满的男友视角爱。之前的女朋友就是也可能想要经营社群，就是我会帮忙拍，所以我练习过，被训练过了，麻烦你了。应该可以了。你想要怎样拍？可以先半身。半身。对。好，三张哦。好，那我感觉他的连拍了，这样全身要吗？全身可以，哎，还是我坐着。你如果要捕捉，你快门多按几次也可以。我们待会可以看你最喜欢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哎，感觉他这个有专业，很专业。因为奈特会动，哎，以前我常跟男生拍照，我都跟他讲说，你忘了你是一个会动的生物吗？男生都不会动哈。谢谢你拍很多张。OK OK， 我觉得可以。谢谢。可以秀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哎，你拍得很好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夸奖，应该是真的，角度压低，腿就变长。对，哇，有这个概念。你把我拍得很瘦，谢谢。好，任务达成，满意吗？要，很棒，很厉害。好，不错。好，奈特，你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的比较有互动哦。好，可以接受。可以。好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健身嘛。所以要公主抱做深蹲，抱动我吗？是你做深蹲还是不是？我做好，OK， 他抱我，吓一跳，太夸张了。意思是他要做的，我想说你要他做深蹲，就是我来做，好，然后好，可以吗？公主抱他做深蹲，哇，要做几下？都可以。我会受伤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问一下乔乔 ，OK 吗 ？OK， 好。好，他说都可以，那我们要说五十下，50下太久了，可能做个五下十下，五下十下，三下差不多吧。好，也可以，会不会受伤啊？不会了，他都说他可以了。好了，五下，好，公主抱，好，我来了，好，没问题，哇，好麻烦了，哇，很轻啊，好，很轻哎，他轻而易举，好，来，好，三二一 ，Go， 一，哇。哇，深蹲哦，感觉蛮轻松的。对啊，好轻松哦。好，接下来50下可以继续。50下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谢谢。哇，我觉得看起来好累哦。我啦，我会累。对，你会累，很轻松。你被抱着，你要累什么？对，就感觉我也在做深蹲。感觉怎么样？对，很难有腻。嗯。男友跟可能我前面遇到的男孩子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遇到的是会撒娇的。OK， 那你喜欢会撒娇的还是？不要再撒娇，不要再撒娇了，够了，我不会来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再问你了，因为我也是爱撒娇的啊，这样两个人不就都很懦弱吗？哦 ，OK， 对，好，但他是要70%的哈，不要撒到满哈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你刚做深蹲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轻松，好像很轻松，不会觉得很重吗？不会，比我想象中轻很多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我们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抉择阶段哈。好，两位，我们今天是要加的 IG 的 QR code， 我数到三，愿不愿意在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认识之后，进一步到这个现实世界中进一步的交流约会呢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数到三，好，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加 IG 的 QR code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的手机。哇，太好了！感觉我们两个蛮多事情可以做的，可以去健身、练深蹲，可以拍照哈，可以玩猫咪哈。哎，直接扫就好。我看一下哦。有吗？我觉得今天这一对一路走来都蛮顺遂的哈。对啊，那你打 NAT， 好，都各自很独立了，对，算是年轻人里面成熟的哈，成熟款的少年，有在思考的，OK， 好，讲一下为什么会今天愿意再进一步的认识，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，OK， 对，就可以再多认识一下，然后感觉蛮善良的，因为喜欢猫咪嘛，对，
而且不会撒娇，对对，不会发生什么离奇的画面哈。对对 ，OK。好，奈特呢？我觉得各方面都 OK 啊，就是，而且不会排斥我不喜欢啊，我喜欢的事情不会排斥。OK， 对，因为你在意的事情他不会做。对，嗯，以前遇到的有可能是兴趣不一样，或是我不喜欢的事情他一直做，对啊，那看起来是没有。OK， 所以对，就这样。好的，开始哈。好，佩音怎么看他们两个今天的？我觉得好好发展下去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蛮可爱的互动，然后就是女生也许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练习多一点的依赖，然后男生多一点的就是学习付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可以感觉到，就是奈特其实是一个很乐意付出的人，好，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些紧张，或者是有一些些不确定。我觉得也许他就是一个很棒蛮棒的练习过程。嗯，是 ，OK， 好，恭喜两位哈。我觉得，这个整个在爱情的过程里面，就是一个不断互相学习的过程。那两位，我觉得在一个蛮不错的、越来越成熟的一个状态，你们可以互相的帮助对方，互相的学习，要互相的成长哈。然后不要害怕受伤，就是用心拥抱当下的每一分钟哈。生命很多答案是自己去发现的，可能也没有答案，就是用认真的过完每一天，我觉得就很值得了。好，恭喜两位，也祝福两位。那也欢迎观众朋友赶快扫我们的QR code，是不是很羡慕他们呢？想要认识一个美好的另一半，欢迎来真爱来 date 咯，赶快来报名，拜拜。单身行不行？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哦，请大家记得搜寻东风卫视，或者是扫下面的 QR code， 同时一定要记得要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而且有很多网络独享的好影片哦。还有，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。